从人类诞生伊始，医学便伴随着人类文明进步而不断发展。60年，中国传统成为一个甲子。正是在这一个个甲子的时光流转中，一代代医者先贤历经风雨，行妙术，济苍生，始终将医者仁心铭刻传承。60年流走的是如水的光阴，60年沉淀的是进取的精神。上世纪50年代末，新中国百废待兴，医疗卫生基础薄弱，百姓健康需求受到桎梏。1958年，第一代徐医人告别省会南京，奔赴徐州，拓荒苏北的医学高等教育事业，建立南京医学院徐州分院，开始本科招生。1962年春，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指示，徐州地区地域辽阔，要有大学，定下来了，徐州医学院不动了，学校因此得以继续发展。时光悠悠，脚步铮铮，历史的回声在这块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响起。当时，南京医学院一批青壮年的教师来到徐州。当时不论在生活条件上，还是在工作条件上，都十分简陋，可以说是白手起家，艰苦奋斗。虽然困难重重，但是呢，大家的干劲儿还是十足的，就是再艰苦也要把学校办起来，而且要办得更好。我是首届入学的学生，是老师给我们种下了一颗医学梦的种子。一路走来，我从学生变成了老师。我始终记得，医学的根在哪里，医学人应该做什么。岁月如歌，1977年恢复高考后，首批入学的新生再次开启了学校波澜壮阔的奋斗史篇。徐医人始终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践行医德，承载信仰，培育形成了艰苦创业、勇于创新、敢于创优的精神。历经辗转，初心不改，徐医人一路栉风沐雨，一路弦歌不辍，铸就了如今徐州医科大学的卓然身姿。从医兴教，育才报国，学校始终以人为本，坚持教学中心地位不动摇，深化教学改革，着力创新人才培养体系，教育办学水平不断提升。1985年，经国家教育部批准，首先在徐州医学院设置麻醉学专业本科，从此开始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麻醉学教学体系的真诚。60年精耕细作，60载春华秋实，学校麻醉学科已经成为国内麻醉学教育的第一品牌，学校被誉为中国麻醉学人才培养的摇篮。60年的坚守，60年的执着，学校在科技兴校的道路上孜孜以求，勇于创新，探索不止，烙印深深。大道之行，行以致远。学校坚持开放办学，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。无恒德者，不可为一。以德载一，博学创新是徐州医科大学的校训，更是全体徐医大人铭记于心的家训。徐医大人始终牢记历史使命，以特色铸就品牌，靠人才引领发展，以抓铁有痕、踏实留印的务实作风，苦干实干，用大作为赢得了新地位。学校坚持人才强校战略，引进和培养了一批批爱岗敬业、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家人才。他们用勤勉撑起学校的脊梁，以睿智为学校赢得荣耀。60年来，徐医依托着徐州这座城市的古韵壮美，汲取着它的雄浑悠远，反哺着这片有情有义的热土。学校现有以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为代表的3家直属、13家非直属附属医院，为整个淮海经济区1.4亿人民编织起了一张庞大的医疗健康保障网络。学校注重产学研结合，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，为健康中国、健康江苏助力添彩。学校切实履行党委管党治党、办学治校的主体责任，始终坚持立德树人，以质量为生命线，构筑起全员全过程育人体系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学生健康成长。一届届徐医学子无不在用青春诠释着对神圣医学事业的忠诚与热爱，他们热心公益，服务社会，用回春妙手筑起生命之墙，谱写了一曲曲医者仁心的颂歌。在蔚蓝深邃的天宇中，有一片属于医学的星空，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莘莘学子汇集在这里，孜孜不倦，研精勤思，他们为梦想而来，又为理想而去。学校给予他们飞翔的翅膀，梦想的风帆，他们绽放璀璨光芒，还学校无限荣光。甲子轮回，60年春风化雨，培育英才无数，难忘抹校恩。以德载一，博学创新，奋发向上的徐医人，如今正迈着矫健的步伐，为社会效力。对抹上真光。我们共同期盼明天的徐州一科大，因5倍的努力更加灿烂辉煌。青春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，青春是一曲昂扬奋进的壮歌。这里有诗与远方的浪漫梦想，更有爱与仁术的执着追求。薪火相传，历久弥新。我在南京，我在上海海军第一大学，我在澳大利亚，在新疆、德国、北京大学肿瘤医院、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、美国费城、华盛顿、美国波士顿，在上海同济大学，在哈尔滨，在世界五级，我在徐州医科大学，我在徐州医科大学，我在徐州医科大学，我们在徐州医科大学，徐州医科大学生日快乐，徐州医科大学生日快乐，衷心祝贺母校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。回首过去，我们无比自豪；展望未来，我们豪情满怀。面对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健康中国以及高等教育双一流的战略目标，我校将在继续强化内涵建设的基础上，抢抓机遇，开拓创新，为把我校建成更高水平、更具影响力的医科大学而努力奋斗。荒林春雨足，新笋蹦龙雏。人心60载，济世普华章。目标已经明确，号角已经吹响。今天的徐州医科大学，沐浴着60年积淀的光辉，立足江苏，辐射全国，面向世界，满怀梦想，激昂勃发，为谱写新时代学校改革发展新篇章而努力奋斗。